在刚刚我们活动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对于屏东工厂大火造成的死伤呢一起默哀。那么这几天中央和地方全力投入救援和复原的工作。那么今天现场获奖的卓越团队中，也有我们屏东县政府的环保局以及高雄市政府的消防局等机关的参加。那我也要借这个机会向屏东县政府的团队还有支援的高雄市府团队呢说一声辛苦了。那么真的非常感谢所有的救灾人员还有医护人员的辛劳。那么在今天呢，我们今天在总统府，我要恭喜今年获奖的卓越团队，发挥黑客松解决问题的精神，为我们带来创意也具可行性的提案。那么黑客松是提供一个公司协力进行共创的一个平台，让资料的拥有者、资料科学家以及各领域的专家都可以运用政府的开放资料，提出创新想法，替我们的社会和人民解决问题。经过这几年的努力，不仅公部门参与提案的比例逐年提高，也许多获奖的计划也都陆续的启用，并且在公务机关的运作里提升了我们政府的施政的效率。那么今年的总统杯黑客松呢，以零碳转型幸福前行为主题。我想大家都知道2050净零转型是全世界的共识，也是台湾重要的转型目标。那我看到今年的卓越团队中有三组都和净零转型有关，像是我们的绿波者联盟、建筑减碳建整队以及千分之四的美丽。我相信这些提案落实后，将有助于政府推广净零碳排政策的目标，让我们台湾进一步的迈向永续低碳的家园。另外，街道医生跟 8R Plus 这两组团队呢，则是要进行资料整合，盘点路口事故的热区，来协助地方政府提升交通安全。这也是在今年台湾社会非常关注的议题，政府也积极的提出对策。我相信有这些团队提案的加入呢，一定能够创造更理想、更安全的交通环境。接着，我要恭喜参与国际松获奖的团队。我们今年的国际松以民主、数位、净零为主轴，希望凝聚对全球问题的共识。今年总共有60组国际提案，是历年来的最高。获奖的两组团队不仅展现出对社会的关怀，也体现数位民主的精神，非常的不简单。我要感谢我们总统杯黑客松的委员和评审委员以及辅导团队，提供我们参赛者专业的建议，并且媒合所需的技术，让获奖的计划可以更快地融入既有的行政机关运作，并落实于行政的执行。那么总统杯黑客松的初衷，就是希望我们的公务体系可以跨领域、跨单位和民间各领域的专家建立一个紧密的合作关系，并且互相学习。这几年来，我们看到台湾的公务体系已经用更开放的态度来接纳创新发想，来解决人民所遇到的问题。那我也要请主办单位协助落实卓越团队的提案内容，并且推广到各县市，让总统杯黑客松的成果遍地开花。谢谢，谢谢大家。